亲爱的早，Z， 你的脸上有，什么？哇！各位先生女士，看我表演最后一个魔术。这个魔术很冒险，非常大胆，有人可能会吓到吃手兽。哇！今天晚上我要让我可爱的助手消失。远方的妖魂，我召唤你，听从我的命令，让这个女孩消失。看哪！神奇了 Z， 你的生活居然这么酷，跟明星一样。对，你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，跟你爸爸一起表演，真是太棒了。是没错，你是我认识最大咖的明星。可能吧，但是我要有名到全宇宙。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是要离开舞台吧？什么？当然不是，那样我爸会哭哭。我要独立演出，总有一天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名字。The Terra， 而且亲爱的 Karen， 换你出场。各位女士，准备跟我一起经历曲折的心灵之旅，进入神秘维度。她属于世界知名百变洗发界的美丽公主，欢迎独一无二的丽扎卡拉。哇，刚才的连击超棒！老兄，你根本超级厉害！小菜一碟，你应该去看我的招式。现在我要展现第一招，神秘的克隆小白兔。Ta-da！ 快看这招，我可以轻松穿越整个虫洞。不到你竟然成功了！你选的是这张吗？哒哒！好了，请选一张卡。这个吗？准备喽！看好了，你选的是这一张吗？这不叫做魔术。你只不过是一个瘦到只剩下皮包骨的骗子，看吧！他把所有黑桃变成了黑桃 A， 他实在太狂了！那不是魔术，这才是魔术 ！Zero Shot！The Prince！Cross the Room！假的！你应该从 Ace of Spain 那里学学。我喜欢他的魔术，好厉害，好真实哦！厉害，真实。现在我要把自己切成两半。哒哒！兄弟，你是我看过最猛的玩家。我说了他啦，你们这些蠢货！厉。你们想看魔术，我就给你们看看真魔术。哦不，别又来了！令一元四九地入侵暗恋，是外太空超引擎，太酷了吧！你们觉得这把戏怎么样？
妈呀，这图也太逼真了！拜托。垃圾游戏，我应该把他们手指变不见。耶、yeah! ！你们看到了吗？你是怎么办到的？啊，这个。哦哦哦哦哦！天哪！妈呀，这简直跟魔法一样！难以置信，这世上竟然存在这种魔法！这个生日。各位男怪物、女怪物。全新的冒险，我是伟大跟强大的 Z Zatara， 快点欢迎我们的戏法公主！耶、yeah! ！好了，小怪兽们，谁想要看好戏呢？请欣赏我最后一个魔术，这个魔术很冒险，非常大胆，有的人可能会吓到吃手霜。我要让我可爱的助手消失。啊？什么？相信我。嗯。可爱的助手。嗯。好了，我的精灵朋友们，仔细看好。远方的幽魂，我召唤你，听从我的命令，让这个女孩消失。请开门。现在有哪位观众自愿上台呢？我觉得好骄傲，我不知道你跟我一样也有魔法。我守住自己的秘密，因为我不想伤害到你。一样有魔法。现在我们两个都有魔法了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我一直带着它，等待你的能力出现的那一天。这是我的祖父路易吉·扎塔拉的，我得到能力的时候他送给我，现在这是你的了。所以，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魔法，真正的魔法。没错，你看，这本书会教你怎么样好好的控制魔法。跟我说 ，Dietrich Pacino。Dietrich Pacino。你刚刚学会了你的第一个咒语。现在我都懂了。这只是第一课而已。
不要担心你会面对的所有变化，改变可能是一件好事。 Z， 跟我一起表演，我需要你，我一直都很需要你，这是我们的表演。好的，爸爸。在那一刻，我们两个就像从前一样，虽然感觉好像什么都没变，但是其实都变了。变得更好。